顺吗？顺到快到那个点的时候，腰肿，腰肿，做出一个逆，逆来，错了，啊，不是，你看，顺逆，顺逆，啊，顺逆，在结束的10%。剩下10%到5%，你的腰先走，然后手呢继续走，继续走，做出一个逆，啊，先习惯这个逆，啊，先习惯顺逆，顺逆，顺逆，啊，你看。顺逆插顺逆翻插顺逆翻掌，去试试看，先往侧面腰慢了，你这个顺方向嘛，你到这边快要完的时候，你的腰转到这里，你的腰往这里转，插往这边，不要用手推，不要用手推，你再转屁股，你还是分不出腰来。你看，不要那么多，你练习在这里，这是顺腰，这个不要回啊，这个还是往那边走，听不懂？手还是往那走。这是顺逆，不要用手推啊，不要用手推，纯粹腰。来试看顺逆，走，慢，你没有。没有。你们不要快，你们要做出那个，把那个。你们看哈，你们做慢啊 ，Hello， 看，你们做慢哈，做出这个，做慢顺，做出这个韧性，你看，韧性，不要快，不要发，顺，韧性出来，松掉，交叉，顺韧性出来，做出这个韧性的，松掉回来，顺韧性，手要转，你看，松掉，顺韧性，做出这个逆的这个韧性出来，这个香拉的韧性，慢慢拉，做出这个韧性。不要一下快，你要做韧性，是你这个跟它之间要有一个那个协调，所以腰为主，你做出这个协调性来，啊，要有那个韧性出来，错了，用腰，手不要那么远，手放这样子直的，好，走，顺。回来，手不要停啊！好，你的手方一点，你的手变成一直出去了，危险。你的顺的时候，你的手的方向是。这个方向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方向，当你逆的时候，它还是这个方向，不要变成直方向。你没看阿姐，你手不要伸开，完全伸，完全就是这样，头点过，头点过，到这边以后，翻。
不要吃。不要吃，他没吃嘛。现在教这个，你们就想之前之后，人家讲的不要嘛，现在就现在嘛，听不懂啊？看你又变成只是那一撇，不要多了，不要多啊！对，是可以。不对了，这个变直了。走回来就好，眼睛不要跑掉，眼睛还在。你看，不要跑那么后面，就在这边，这边就好。然后你转的时候是哦，错了，左边这样的人是右往右跑，错了，你变成他变成这个线状。你手上的电话就这样啊，跟我们说啊，这样子摆它自然左右啊，轴转因为你这个筋拉这个手慢的，轴转手啊，手也翻，你到这边就变成中立，他不是他不是中轴嘛，带动这个轴，但它继续走，你看，这边松掉开开，这个往这边去，背向反方向，继续走。你看，右边这个，摆到哪里？不要去刻意在哪里。他的肌肉，他是因为身体在那种状态，因为他。
不要因为他的身体，不要扰他的。好，啊，好的。